你对面都是小学生啊。嘟嘟嘟嘟嘟嘟，谢谢古龙哥。最近做了一个梦，变成了无极剑圣，疯狂无刹那一寸空。醒来实在是嘲讽，排位万年的群头妹。哇，爆他上麦，谢谢谢谢这个2893的唐启，不，雍城哥哥。我只会打伤，但你不要跟我抢，不然结局就是不给就送。谢谢大正哥哥，是唐还是雍？雍，差点看错了。正在掉，恭喜我们一苏，恭喜八哥。还有一万的小学生，坑坑坑，他叫我小学生，却被各种难杀，被人打成了球，说去垃圾就狂送人头，最好果断的二十头。妈呀，现在见面礼都这么厉害吗？现在见面礼都这么厉害吗？见面就踢球，见面就守护，谁又错过了一个亿？感谢用晨哥，谢谢用晨哥，你可以点个秘书发蓝。他说该人要出肉，我偏又有人接敌人必须要在手，攻速超一点一九秒，你只需要一个 Q。 于是我明白了，这局是个游戏，没有必要看终结局。我只会打伤，但你不要跟我抢，不然结局就是不给就送。扛扛扛，他叫我小学生，一句一个嘲讽，很凶，中单调打王者若风，还有一万小学生，坑坑坑，还叫我小学生，却被各种的傻被人打成了球，说去垃圾就狂送人头，最后果断的二十头。感谢宇少哥哥，哇，欢迎我们2893的宝宝们。好嗨森哦，就差个风轮了。扛扛扛，他叫小学生，几句一个嘲讽，还说自己很凶，中单调打王者若风，还有一万的小学生。扛扛扛，他叫小学生，却被各种的傻的人打成了球，说去垃圾就狂送人头，最后果断的二十头。哼，别人打的都没有。雍城哥哥，你想听？